既然乡长游淑珍提前在2月5号到各科室来辞岁，感谢公所团队的努力。乡长他除了逐一发送龙年的限定红包袋、限量福袋、金币，还有春联，也带领大家互道恭喜、祝贺新年快乐，也期许团队们在新的一年要创造更多元的突破，为广大乡亲创造优质的服务。前乡长游淑珍头戴龙造型帽子，和财政科同仁巧扮的财神爷向公所各科室同仁来辞岁。游淑珍感谢过去一年钢铁团队的努力，让吉安乡屡获评比佳绩，而新的一年也期许同仁继续努力，为乡亲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恭喜恭喜，龙年行大运！今天是乡公所辞岁活动，感谢过去我们所有的工作同仁，为着我们的施政，为着我们的建设，为着我们大乡亲的服务努力奉献，缔造了非常多精彩的佳绩，也带来了满是满意度跟乡亲的认同。在这里要代表我们每一位乡亲跟辛苦的工作人员致上满满的这样的一个谢意，当然也要带来更多的鼓励，希望在崭新的一年能有更多的突破，能有更落实的一个工作努力，也更带来吉安更多的一个推展和所有建设的圆满。也祝福我们所有的乡亲在新的一年能够平安健康。在辞岁的同时，刚好芝麻村幼儿园小朋友也来到乡公所拜年，小朋友们讲吉祥话、打太鼓，还有舞龙及小财神爷发糖果，场面非常热闹。乡长游淑珍也发送春联、红包和金币给每一位同仁和小朋友，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记者会吉安乡报道。